伦哥来，你看完美十大男友标准，你符合几条？我符合。胆子大。胆子大肯定会 rap 嘛，肯定是。胆子大会 rap。对，因为胆子小的人一般都不敢 rap。我符合四条。哪四条呢？胆子大，会 rap， 不爱哭，不染头。烫头，连字儿都不认识，不认字儿，那说明你胆子很大，胆子确实很大。但是你师傅于谦是专门烫头界的翘楚啊，翘楚，烫头代言人。不，这仨都是于老师。对，不抽烟，喝酒不烫头。我师傅三大爱好啊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嗯，我们做徒弟也三大爱好。你们是点烟、倒酒、给师傅烫头。哎，好，这不过分，很过分。郭老啊，郭老师这不抽烟，郭老师就符合一条，1.75米以上。郭老师不符合吧？不干了。我1.74米，你还没我高呢。没用，长那么高，吃素一点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郭老师最厉害的是会 rap， 会 rap， 对不对？哟，今天来到了这个楼群，你的感觉如何？感觉嘿，别吓唬我。我感觉好，我们不会。长裙，头发，一天到晚的。我跟你说，这都是纯属。